你猜我喜欢什么味道？你喜欢我的味道。好，然后温补完，增加前情趣。那我们等一下下一站就在床上啊。哔哔哔，车速太快了。各自给婚姻生活打分数，90。我给你90，哎，高哦。我给你90，你只给我80。80分已经很好了，我觉得再多一点进步空间，是因为它是一个需要你讲，他才知道哦，原来我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。像这次的安排，有一个轻旅行，他会如果主动安排，他会去想这些事情的话，当然我觉得就更加分啊，80已经跳到100。那你为什么给我打90分？因为对我来说，你已经几乎很完美了。除了有时候就记性没有很好，然后时间观念没有很好。对，他刚才不是帮我打90吗？学仁和王嘉良去年11月新婚，两人登上恋爱实境秀《我们恋爱吧2》，来趟浪漫的情旅行，也特地为彼此准备惊喜。那我们现在煮了这个麻油鸡之后呢，有没有计划要生小 baby？ 我们是有计划了，但不能像这样太随便，喝了这个就要生小 baby。 我们还是有计划性的。他已经是个很好的老公，我已经发现了。真的吗？很有概念。真的、啊嗯、有些你是很好的老公。所以以后我生完之后就是你料理就好了，对不对？现在其实差不多就是我在料理。这次喝完不知道吃完应该就会收孕了。你有没有闻到香喷喷的菜肴？我觉得做菜比健身还累。那我也有礼物要送你。我已经看到了，从下面。哎，我也是做很久哎。这个吗？刚才也是调味道调超久。这是什么东西要调味道？香氛蜡烛。哎呦，香氛蜡烛。对啊，要调味道调超久的，也不好。那我大概知道你会调什么样子的。木质调。你就知道我喜，你知道你喜欢什么，然后你也知道我喜欢什么，所以都是我们是把它综合在一起的。那你猜我喜欢什么味道？你喜欢我的味道。好变态，怎么那么变态啊？哇，还是就放那边点了。好啊，烛光晚餐要不要？然后还有你做的料理。不行啦，这个还是带回家，第一次把它点起来比较好。哦，对对对，因为我刚刚也有讲说我要放在床头柜旁边。哦，就增加一些情趣。好，温补完，增加一些情趣。那我们等一下下一站就在床上啊。我们刚刚啊，就是在做香氛蜡烛，然后那个老板又养两只狗狗，然后两只发抖，超可爱的，然后其中一只颜色就跟这里，跟你。你说身上这个衣服颜色吗？对，好可爱，然后他一直扑向我。母的还公的？公的、啊。公的。温补过是不是？温补过。温补过。好。怎么样？那既然这三道菜你都吃过了，吃完你要扑我？你要不是啦。你要给个分数吧。给分数满分啊，这还用讲？这是你有史以来第一次做这种料理给我吃、欸，真的，完全是100分哎、欸。100分。对啊，100分啊。